咁我哋第三式咧，通常就都係類似做掌上壓咁樣嘅形式啦。拍喺度啊，可以。係啦，跟住咧就好似喺一個跑步機咁樣喺前面跑，屈膝屈到去，儘量掂到個胸，儘量掂到係掂唔到嘅，但係儘量想掂咯。係啦，開一秒，開一秒，開一秒，係啦，係啦，掌上。 咁呢個可以做20下啦，因為比較輕鬆啲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係啦 ，OK 啦。踢腳，邊個去？係咪？擺低踢腳。我哋嘅腹肌咧，第10式咧，就類似都係類似做掌上壓咁樣嘅，但係只腳踢完之後擺去對面，因為呢個咧喺收人魚鞘同埋側腹咧，好緊要嘅呢個會。 系啦，到你啦，试下踢咗先，拧过去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 ，OK 嘅，拧一秒得噶啦，翻翻嚟噶啦，拧过去，系啦，唔系，因为咧你就因为咁样啦，因为你接完之后只脚摆上嚟，唔使嘅，其实系成个圈过去，即系等于踢隔篱嗰个人，系啦，踢到得噶啦，翻嚟，系啦，接埋踢，再嚟接踢上。 系啦，踢过去，系啦，类似咁样，类似咁样，如此类推啦。咁你就呢个腹肌10式之后咧，做完之后咧，你就食咩啊，打边炉啊，羊肉啊，咩都完全唔惊肥噶啦。